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将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率团出席未来峰会，同时出席第7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，全面阐述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、全球治理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政策立场，进一步介绍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理念主张。 未来峰会是今年联合国的最重要的议程，将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产生重要影响，国际社会高度期待。中方期待未来峰会为国际社会凝聚政治共识、增进团结协作、携手应对挑战提供重要契机。中方也将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。 推动国际社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，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努力，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事业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